挑战把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剧组的台前幕后剧情，办一场30年的演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大家好，我是虚度。原来2018年已经是5年前了。那一年，我们虚度吧策划主办了声优剧《白蛇传》，我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能邀请到的嘉宾全部都邀请到了。里面的一些环节设置也得到了《人民日报》的报道和点赞。值得我骄傲的是，这也是新白剧组迄今为止聚首最全的一次。谢幕之时，我们和所有的新白迷定下了30年之约，敢说敢做才是真铁粉。所以我决定重启并挑战30年之约。其实每次做聚首都会有人说消费情怀，但是对于新白迷来说，每一次的相聚都难能可贵。30年，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？这一次我决定采用演唱会的形式聚首。新白的成功离不开左宏元老师的音乐，所以我决定向新白的原版音乐制作团队和歌手们发出邀请，希望他们能够重聚和演员们一起完成这场演唱会。也有朋友问我，做这样的活动有没有考虑过市场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为30年前的情怀买单。我开玩笑说，我做东西从来不考虑市场，全凭个人喜好。当然，我希望这次新白的首场演唱会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和欢迎。新白演唱会的挑战我接受了，之前想把举办城市定在杭州，但是杭州的场馆今年被各种体育赛事征用了，所以我们重新选择了新白当年的取景城市南京。经典需要传承，这一次让我们一起把我们曾经喜爱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再一次带回到市场，让我们一起相聚南京，故地重游，共唱千年等一回。关注我，关注后续，我们一起加油。